主料：小卤500克，鹌鹑蛋300克。辅料：盐、香油一勺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鹌鹑蛋准备。准备小肚，将小肚切成两半，切成四分之一块，将鹌鹑蛋摆好。烹饪技巧：松仁小肚最好用比较干净和瘦肉多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